这边要。春耕，夏耘，秋收，冬藏。
十二生肖。大雄宝殿，看自己属于什么生肖啊。好可爱哦。来来来，来你们下面。前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桥啊。天空之桥，带大家来看看哦。天空之桥看出去就是彰化市的市景。
对得起来吗？看到吗？那边可以看不同的那个，还有指标，看得到吗？